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一点四倍嘅顶头大热门金汇星，睇下佢跑成点准备。好，一开闸嘅时候，金汇星有份出闸，香港马冧中间白三白帽嘅前面快嘅马内栏咧就系呢只扬名满满啦，外边冚嘅马仲有威先生啦，中间第三位咧就是彩福啦，外边红衫第四位万事欣，出边粉红衫仲有永旺喜喜啊，再跟住个大约第六位白三白帽咧，咁就系呢只金汇星啦，内栏黑衫东龙镇，出边咧仲有哈哈黄黄啊，后啲嘅马善传千里，红衫尾衫上袍猛将啊，后边一对就落无极啦，同埋嗰只咧就好好利高嚟噶，好啦，咁啊转翻。直路啦，威先生带住入嚟，扬名满满咧就斗住第二啊，第三位中间就彩福，外边位置仲有万事欣攞出去啦，包唔塞噶啦，有呢只咧就金汇星啊，埋栏位置仲有东龙镇嗰啲，斗到嚟最后三百啦，扬名满满就出咗嚟先啊，外边追有万事欣，最出杀紧上嚟，仲有金汇星，中档位置就彩福，最后一百米，扬名满满埋边，出边金汇星起势追紧佢，两百米相当接近，扬名满满到先啊，跑第二名。金汇星，咁至于第三名嘅马咧，就万事欣第四名，系咪彩福机会高过善传千里呢？咁啊，扬名满满五号紫色衫，二号就系金汇星逐步上嚟，扬名满满赢啊，跑第二名金汇星，第三名万事欣，第四名咧应该系彩福机会高啲。五号嘅扬名满满啊，何泽尧啊，终点前咧顶住外边大热门嘅金汇星嘅胜出啦。金汇星跑第二嘅二号马莫雷拉，第三名系十一号嘅万事欣田泰安，第四名一号马彩福伟达啦。热 Q 不过少少扭咗啦，咁啊扬名满满六点七倍啊，次热门就胜出嘅。啊，都系同扬名系非常之夹何泽尧啊。排住个一档起步啦，今日都守住个靓位，大热门就可能都信心不足啊，掟个大弯咁啊，啱啱追唔到，蚀咗少少脚程啦，系。睇埋啲預計派彩啦，跑第一名係五號嘅揚名滿滿，獨贏派六十七個半，位置派十九蚊。跑第二名係二號嘅金匯星，位置派十個半。跑第三名係十一號嘅萬事欣，位置派三十八個半。跑第四名係一號嘅彩福，連贏二搭五派四十三個半。三重彩五號、二號、十一號順序派一千四百四十三蚊，單 T 派一百六十蚊。位置 Q 二搭五派二十二蚊，五搭十一派一百二十七個半，二搭十一派四十九蚊。扬名满满，咁啊排一个二档咁啊出闸都顺利嘅，一路咧咬住个张相啊，第四名嘅彩福啊，伟达攞翻第四嘅，咁啊翻到嚟都力佢嘅大热门啊，我真系要第二十 win 啊，今季啊，咁啊成绩成绩非常好啊。睇埋三拣一嘅预计派彩，胜出组合系 A 二隔夜半热门派三十八个半。啊！伟达跑几次啊？咁贵嘛，赢唔到，今晚就换咗何泽尧。睇下尾场嘅军民杯会唔会都系咁咧啊？伟达骑开，转手，一间就有扬明亮亮嘅咁啊，同系啊，不过嗰只又执咗外档，都系何泽尧啊。嗯，好，恭喜马主，睇下阵间会唔会再拉一次头马。大熱門就加咗榜啦，今日其實都輸咗個碼頭啫，翻到嚟啊！
你見啲走位莫雷拉都其實對只馬好有信心啊，轉彎咁樣掟出去啦。但係翻到嚟見只馬咧追上去都有嘅，咁啊見到翻嚟解鞍嘅時候，莫雷拉一路望住大幕啊，好似有啲都係爭少少啊，嗰啲心心不憤咁。都冇乜跑錯啦，人哋有黃金包箱或者鐵環黑，你誒蝕少少啦都可以接受嘅，不過你中咗頂榜啊！好，睇埋四連環嘅預計派彩，一號、二號、五號、十一號派267蚊。睇埋四重彩，五號、二號、十一號、一號順序派11724蚊。啊，又唔好見連馬師喎、大致嗰只金匯星都贏翻曬上次佢嘅提提下敗仗啦，就輸咗俾呢一隻未對過嘅陽明滿滿，輸咗個短頭啦嚇。萬事恩其實沿路都三搭嘅，咁翻嚟都頂到個第三啊，後邊啲馬都追佢唔到。好，即刻睇翻巡邏影片點樣發揮六檔金匯星，起步少少向上跳躍啦，但唔算好慢嘅，跟翻一個中路位置啦。咁啊前邊落力啲騎咧就係萬事恩啦，入邊位置就陽明滿滿彩福，鐵蘭黑色衫咧就東龍鎮嚟嘅，出邊殺緊埋嚟咧就威謝威先生，但我當咧就永望喜喜啦。咁啊後一陣嘅馬呢、這個時候已經見到金匯星攝得幾靚啦，出邊就黑黑黃黃嚟嘅，咁啊包尾嗰四隻善傳千里、上無猛將、好好利高同埋落無極。金匯星都真係跟得好好噶啦，有遮擋又唔係話好厚。咁啊，轉彎啊，你又冇乜可能話喺仲喺入邊等位㗎，咁啊，梗係安全起見就線出去㗎啦，都唔係話掟個彎好大嘅。咁啊，直路都有衝㗎，一度有細嘅，不過就硬係追唔切，始終都咩做頂綁住打啲折扣。咁啊，楊明滿滿發揮好好啦，捱到黃金包雙位。咁啊，後邊追得比較好啊，馬群中嗰只善傳千里啊，拉屎都越追越勁嘅。咁啊，彩福又唔係話追得好多。好，第四场赛事都复榜完毕。位置 Q 派彩二搭五派22蚊，五搭十一派127.5，二搭十一派49蚊。三拣一派彩胜出组合系 A 二隔夜半热门派38.5。四连环派彩一号、二号、五号、十一号派267蚊。睇埋四重彩派彩，五号、二号、十一号、一号顺序派11724蚊。孖宝派彩头关八号美关五号派272蚊，头关八号美关二号派10.5。睇埋孖 T 派彩啊，头关一号、八号、九号美关二号、五号、十一号派4237蚊。分段时间：头段12秒62，第二段21秒72，末段23秒24。赛事时间57秒58。